麦当时森喜久等人主演的犯罪都市二延续第一集设定，以暴制暴展开痛快热血的扫荡犯罪大作战，让观众看得相当过瘾。在15日举行的感谢舞台问候上，被问到剧情设定，马东石的结论整个很中肯。뭐제가또싸움을잘해서어쩔수없는부분도있습니다그냥누가봐도上映不到一个月，在韩国本土的观影人数就突破了千万人次，主演们也发表了感想。아직도뭐조금얼떨떨하고일단은매일사실기도하는마음으로감사한마음으로지금예그마음상태입니다늘지금너무예아직도얼떨떨하고예그렇습니다예저도얼떨떨하고천만된게사실그렇게막실감이나지않다가오늘이제선배분들과이렇게멋지게옷도입고이렇게와서있으니까그리고여러분들앞에서이렇게있으니까좀감동적인것같아요네다시한번감사합니다而最近的电视电影作品都获得高人气的森喜久和片中的二角演技不同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反差萌선배님제가그긴장을해서그런지땀이너무많이나서네질문을하고계시면좋습니다땀만금방닦고오겠습니다닦으세요네닦고오세요덥기도하고확실히지금이게너무나기쁜현장이잖아요、네、지금예셔츠뒤가다、네、젖어있어요 네, 네 아제가또괜한얘기를했나요이따가들어오실때뒤쪽으로들어오세요이렇게이렇게자이렇게자그러면이분위기에서최기아씨께질문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네땀안나세요최기아씨손석구의젖은등예 예기대됩니다예기대해주시고요잠시만요예자아예들어오세요예앞쪽으로해서예예 네, 네, 네네자이제앉아주시고요